艾琳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，什么叫极限拉扯轻松拿下十一杀，思路教学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十二三星的排位赛啊。好，这边跟我对线的是孙尚香。孙尚香的话，前期我没有试过啊，玩甚至玩的比较少。这边咱想跟他试一试，看打不打得过，不知道打不打过。我只知道孙尚香这个英雄后期的爆发很高啊，但是前期的爆发好像他打不过我耶。咱这边打和谐勾引，哎，他不出来，这不抢吗？再打再打再打，哎呦，没抢过，真的是点他打的小伙子打的有点保守啊。一技能挂减速 A A哎，哎呦，我这血怎么瞬间没了？怎么没了？我血狂热狂暴一开，结果他这个前期这个伤害爆发有点太高了吧？没有出装备的暴击率这么高吗？这我真的是尝试到他的厉害之处之后啊，要猥琐一下了。看看我方的数据啊，一分钟左右已经死掉了三个人了。贡献出去三个人头了，那这一边一技能挂上直接越坦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这么凶吗？我让你知道后期我爱您的伤害。好，这边必须得猥琐跟塔下发育。哎呀，这边中路有个残血妲己，飞过去收了收了收了。那咱这边回线上吧，没有机会呀、啊，身上香估计还在啊，小心一点。这我跟你们说，死一次不可怕啊，你死一次你就知道这个身上香的爆发很高了，你就不要跟他拼了。你看看这二一技能干我半管，而且再一个一技能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怎么玩啊兄弟们啊？这没法玩啊，这个英雄这么 BT 吗？前期伤害有点离谱了呀。这么不平衡还不给他削弱呀？孙尚香好像我记得前一阵子削弱过啊，还这么 BT 呀、啊？这简直不让人有活路啊！上来再收兵线，这我只能跟塔下了。妲己又来，你真的是你们玩什么呢？这是在啊雪上加霜吗？我都打不过你家射手，你还来帮他干什么呀？真的是看不懂。你这样帮他对吧，我肯定锁塔呀，那我能让你有机会吗？下路有两个人啊，咱这边委委落落收兵线，前期不要急啊，前期不要急对吧，队友这个时候注意小地图过来了，咱就可以嚣张一点点。典韦典韦一技能挂减速勾到，大招一开狂暴一开，哒哒哒哒哒，175金币到手，双 buff 到手，从现在开始啊，逆风翻盘，转变局势。好，不要急，一技能挂往后拉一下。好，妲己这个时候技能交完，但是我这边状态也不太好了啊，这边把这个中路的兵线帮他收一下，再把和谐也拿回家对吧，回家，这点血不行。哎呦，婉儿还是挺会呀，闪现大招，但是典韦好像找他了，他估计够呛能跑了，狂铁也去了。哎呀，4-7啊，逆风局啊，兄弟们先恭喜小龙喜提逆风局吧。对面五个人头了，这个狂铁就这个钟无艳还敢跟我抢对抗路呢，你真的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发现了一般跟你抢对抗路的人都玩的不行，你看刚话说完又没了，飞还好把龙给抢了。这一边上路这孙尚香我干不过呀，下路也被人打爆了，这一把真的是还能赢吗兄弟们？哎，妲己他还老骚扰我，我哒哒哒哒哒哒没技能了，他没技能了，他杀不掉我呢，咱这边对吧，就给他反杀了。打打小野怪吧，打打小野怪，吸吸血啊，吸吸血。打完这个小野怪，回一口血，然后把药瓶一接，不用回家。这边一技能消耗一下，
哎，往后拉，哎呦，小钩子不太准呢，婉儿这边来了，飘飘飘飘，我这边大招，他往这边跑，就射他，没往这边跑，帮婉儿扛了两下塔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我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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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，我一技能差一丢丢啊，伤害不够，老是跟我上路打麻将啊，这群人，啊，这边没有血了，咱回家了，妲己还在上路，不要浪，趁他不在，把兵线收掉。然后这一边对这边人都看不见，小心啊，上来了，果然他后边肯定还有人，还有人，嗯，蔡文姬妲己都在，都在，好，技能是不是都交了，这边找机会，不要急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好，婉儿上了，这边输出跟上，射射射射射，收掉对方辅助，射射，一技能二技能，射射射，我不跟你拼了，射射，哎，兄弟们，什么叫逆转乾坤啊，三连决胜，那还不是简简单单吗？前期不是很嚣张吗？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啊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药瓶一接，上路防御塔一拆，典韦我知道啊，他应该不敢跟我打，典韦的话其实像艾琳的话非常好打，他遛他跟遛小狗狗似的，哎，他不敢来，他应该去打野去了，那这一边转战中路，一波直接起飞啊，中回勾一个，勾一个开起来，小团战，一技能，这边等钟馗啊，咱这边有钟馗就不要瞎开，让他开就行，勾，哎，没勾到，一技能，哎，咱这种射手能消耗能打，那边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找机会，一技能大招一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射射射射射射射，你加我射，你加我射，看谁的伤害高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狂铁，这狂铁非常啊肥。一技能，哎呀，你等我挂上减速，你再勾啊，兄弟。很好的一个机会被你浪费掉了。这一边队友给信号，哎呦，这个钟无艳赶紧帮他把下路一塔拆掉吧，不然他还得要被人单杀。摸塔摸塔摸塔，没兵线了，往后拉一下，下一波兵线马上就到，拆拆拆啊，没人来，应该是这个塔让了，让。然后这一边啊，这一边往这边跟队友一起走啊，要小心。对方典韦、妲己、狂铁都是能秒我的，要注意一下。像这种阵容的话，你就自己得找输出位置了，输出环境。好，勾住了，那就狂暴一开，先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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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一个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边只要一出手啊，总有人盯着我。往过来，我还在输出，输出，输出。哎，这一边直接钟馗来了，双杀。像艾琳这个射手的话，不用回家啊。不用回家，即使拆对方死掉三个，然后点点点啊，直接把兵线收掉，把防御塔二塔拉掉，上路射手被飞给杀了，漂亮，这不要赢吗，兄弟们，要逆风翻盘了呀，这一把看样子，好，再点一下，再点，交干扰了，往后拉，拉出来，你勾就勾得准一点好不好，这边狂铁扭他，二技能拉开，大招射射射射射射射啊！感觉没有人打伤害，就我一个人在打伤害吗？我这好难受啊！这边吸住，但是你这一吸我不敢呐、啊，这个伤害我不敢去打呀、哎。点点往后拉，往后拉。这钟无艳说句实话不太会啊，刚刚明明可以转大招的，转，我射射射射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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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这还有狂铁呢，大哥们呐、啊！哎呀，被钟无艳抢了好几个人头，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啊。这边钟无艳还在跟人家狂铁打，狂铁八杠零的狂铁，这一边又要把钟无艳单吃了呀！哎呀，真的是难受。这么肥的狂铁，我的天哪，是怎么养成的呢？好，这边拿一个红 buff 之后啊，跟队友跟团战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出了弦子之书，基本上、啊、伤害已经爆炸了，只要等就行。勾过来，先杀他，先杀蔡文姬，大招一开，狂暴一开，直接射死。看这伤害没有？看不看得懂？从现在开始啊，无敌模式开启。
点点啊，直接把兵线收掉，等钟馗勾就行啊，等钟馗勾，没勾到，典韦想绕后，看见没有？小地图时刻的观察着典韦想绕后，不要急，这边一技能消耗，这边要包典韦啊，我的天哪！这我这边绕过来，一技能挂上，勾住典韦，射啊，再杀掉典韦。然后这一边再往前点，往前点啊，交闪现，算你跑得快。好，等中路的两条龙过来啊，把兵线给收一下。这个钟无艳，你发现没？老跟着我走啊，跟着射手走，有人头奖，有人头捡啊，有人头。好，这一边，哎呦，这狂点从哪冒出来？这伤害呀，我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他跟那个草里面蹲着我呢。太肥了，这狂野，说实话，秒我跟秒跟好玩，你看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这个法师要被秒。11-1的狂铁，我的天老爷呀，一个打我们五个吗？这边我不在了，但我们这边肯定打不过呀，对吧？我在的时候还能跟对方打一打，我不在啊，这队友多多少少有点膨胀，还敢跟人家门口。这一把还得看爱宁的啊，婉儿这边飘了，等我马上来，我一技能挂上大招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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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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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啊！这钟无艳怎么每一次他都在这里啊？他抢人头真的是有一手啊！这小伙子前期被那个狂铁打到0-6、0-5，那又抓我，射射射射射啊！哎呀，你这都留不住吗，兄弟？还好啊，看我这伤害没有，打典韦就跟打脆皮似的。队友真的是有点你说他有用吧，他又有的射啊，有能杀，能拿到人头。你说他没用吧，这个英雄感觉玩的不太好啊，感觉就跟你旁边晃啊，什么时候人家那个啥，对吧？等你打的差不多了，过去抢人头。你是干啥的呀，你钟无艳，你是切对方 C 的，明白吗？我这一把就没看他切过 C 啊，在这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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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啊，哎，全靠我一个人打伤害这一把。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得吸点血。钟馗这小钩子勾的真歪呀，这一把必须得拿出200%的战斗能力来，不然这不好赢。好，吸住了，我这边射射射，我还得保持一定距离，因为对方这人太多了，就我一个人和钟馗在这儿啊。对方的谁感觉都能秒我，一个妲己，一个典韦，一个这个孙尚香都能秒我，所以说我必须得小心。射手不早点来，射手早点来，高地就能拔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在，什么叫不早点来？我一直都在这儿，兄弟们呢。什么叫我这高地就拔了？我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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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，直接拿下。他还说他还说我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人都坑成这个样子，还敢说我？你看我这个位置，这个极限拉扯啊，狂铁你能打得到我吗？你能打得到我吗？全部杀掉啊！他又拿了个2连击破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人，哎呦，3连绝胜他居然还，这个人说实话就是一个混子。他这个8个人头，现在8-6嘛，他这个8个人头全是跟我一块，我把人全部打残，然后人就追杀我，然后对吧？让他捡的人头还得靠我，前期不行，后期嘎嘎。啥玩意儿啊，还靠他？你这一次后排我看他都没有切过，还好小龙的艾尼这么强势，不然这一把真的不好说了呀，这还不是干干单单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吗？最强王者13星金牌射手3连决胜，13.4的评分，打了37.4%的输出， MVP 理所当然呢、啊、兄弟们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关注哟。